Okay, everybody good? I say, if you talk, your merit is running out. A little, some parts, so better keep it. A monkey, yeah? The three monkey, don't talk. Don't look at the bad things. 讲话越小越好. 师父为了讲话做消耗怨气. 不该讲,不要讲. I love you guys. 欢迎来. 欢迎我们前路的地方. 没有比你们寺庙这么好看漂亮. 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 You guys doing good, good. Yes. 我还是一样很多女孩子. Oh, 我妈妈生三个女孩子. 我大概传统要保存了. 都是女孩子。我女孩子比较细心，不是嫌你们，OK？我本来要选你们当护法了，女孩子了，结果你们太忙嘛，家人什么，先生小孩的，女孩子责任最多了。第二，没有像他们那么壮，男孩子无论如何，他们有没有学过功夫，我是不学过没关系。 他们本来就当兵了，有没有？哎，知道怎么当兵，<笑>所以在师父方便就像病一样，<笑>比较严肃。我是不嫌男不嫌女了，对我无所谓啊。男跟女不一样啊，互相培养啊，才能够一起住很久，不然的话，一结婚马上就离了。我告诉你，<笑>有一些了，有一些在那个密。 蜜月哈，蜜月是吗？我们越南就说蜜礼拜而已了。蜜月的那个哪几天呢？第一天、第二天就离婚了，爆掉了，受不了。因为他们解释，他们说平常啊，就一个礼拜月两三次嘛，懂不懂？然后就打扮很漂亮，都家里礼礼貌貌的，就不知道自己。 那个影响那个个性啊，还是有习惯啊，还有那种我吃了，结婚了以后，每天那个蜜月，特别蜜月的时候，没事干了，三性就来了，懂不懂？这两个家一起在一个小房子里面，洗澡啊、上厕所什么都这个太密集了，懂不懂？就开始那个不同的瓶子就会跑出来，然后就离婚了，就比较困难了。 男跟女一起住在一起一个房子真的很困难，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要住一个小房子就好了，小房子 OK， 不过厕所有两个比较好，OK， 浴室、厕所最少两个，一个睡房两个浴室，他们建议是这样的，也许就不会那么多问题，OK 哈，而且小一个房子不用打扫那么多，就不用说你去打扫，然后你跟着你去。 我不去，你去，你昨天我有去，你今天去。<笑> OK 啊 ，Yeah， 很困难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够。那我的婚姻是很好了，我不能说哪一个婚姻都不好，不是这样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，很小什么问题？除了我们讲那个宗教的时候，不是谈政治了，宗教的。 比方说，我说有那个天堂啊，有释迦牟尼佛，有佛啊，佛有一些人就可以废一场三句这样。那个时候我念经是这样嘛，到时候哪有这样啊？证明不到的，他是科学家的那种脑袋嘛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吵了一点了，不过没有很多了。我就想，他当然这个人不懂，就不要跟他谈那些事情，就没事了，就是这样而已。
因为我真的是也证明不出来，我念经看到而已，那个时候嘛 ，OK， 不过他那个人呢，心里面也蛮信佛的，所以我放佛像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念经啊，他不会反对的，和尚都我请到我家来供养啊、休息啊、住那边啊，他们也不会反对，啊，我去做佛的寺庙事情，那个时候哈、啊，他不会反对，啊，他也有时候人带话回来给我。 放在佛上面，也是蛮算善良的啊。OK，就是他不相信他看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也不能怪他。嗯，<笑>哎，很可爱。那个时候他在家里是跟着叔叔没错了，我就去这个医院的时候，没叔叔他就吃肉了，我就说，嗯，你今天是不是吃肉太多，味道不好？他说我没有，他说他叔叔啊，我说哪里叔叔，你吃什么东西，你讲出来。 他说牛排啊，然后我说牛排是什么？是素食呢？他说牛，他是素，我吃牛，就<笑>第二手的素。<笑>好，没关系，也不讲别人事情，讲我们了。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带小孩来了啊、哦？不常请，第一我们地方很小嘛，现在还好一点，以前，哎呀，没有地方哎，了解吗？ 浴室、厕所什么都不方便，刚才有修改了一些了。<笑>有一次嘛，我跟那个什么工作人员讲了啊，我们堂不会碰面了，我不会碰面了，很小很小很小，除了像昨天我上去那个跟蒙古跟台北那个开会的哈。 艺术家节，哎，在上去，然后顺便经过他们，敲一个这个门的时候，哦，你还门还活着吗 ？OK 哈，就这样子，平常不会碰面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很方便嘛。我跟工作人员讲话嘛，他就说师傅，我忘记是怎么样开始了，就是他说师傅你。 我们觉得很对不起，你住山洞，然后里面又有帐篷而已，这样子好吗？我说我很好啊，我很好，没有看到人就好。<笑>然后他说这样不过 OK 吗？我说哇，你不知道，很快乐，能够有一点时间呢、啊，爬到帐篷里面拉下来，拉那个拉链下来，拉起来，然后躺一下，哇，非常舒服，快乐，你不知道，因为珍惜嘛，懂不懂？珍惜啊。 所以不是说我们有很大的房子啊，豪华奢侈的地方，我们才觉得快乐。我是可以保证讲，我今生保证这样子，东西越多越烦恼，要擦要洗，了解吗？怕人拿走，呵呵等等，怕小偷，没有东西就不怕，我们如果东西小，不过我们珍惜的话，又一模一样。 比那个多东西还要快乐舒服的啊！当然要照顾身体了，不要虐待了，不要给他太生病也不好啊。不过不是要那么多，让自己健康快乐的，了解吗 ？OK， 反而东西小，就单独的就比较不会很多烦恼了，懂不懂？不争吵，不分散注意力啊，可以很专心。 打坐修行，我是想那个怎么能够帮助世界的事情。如果太多人，这方面我会吵死了。了解吗？他如果不讲话的话，他气氛里面也会吵。好几个这样啦、啊。以前我可以很多人帮忙，奇怪，以前工作很小，很多人帮忙没关系。现在工作越多，又不能有人帮忙，我一个人什么都要做。你自己煽动很。 很小让人进来，除了很真正的需要的，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进来啊，懂不懂？那个干扰那个气氛，要洗好几天才好的。不是说有很多人帮你忙，你高兴快乐，不一定，OK 哈。你越修，你越想自己独立，所以很多修行者，他们都在山上一个人啊，一个小木屋草屋啦啊，而是土屋啦啊。 他们也高兴快乐，嗯。
不过不是说丢开世界，不是这样意思，那意思我们要独立一个人，能够专心、快乐，可以专心，可以自在，就比较想多事情。是吗？有时候你们一个人想比较通，是吗？所以打坐的时候，我才叫你们放一个什么器物或是什么一个比较方便的啊，意见会冒出来，答案就会冒出来。 答案是有了，平常你们要问师傅什么东西在那边，那边问，马上有答案了。我太忙了，忘记了。我是听不到，没有收到，收到，不过没有注意到啊，就跟我们看电视一样，有时候节目很好啊，不过我们心事不好，在那边忙想什么的，那所以那个荧幕那个电视它叫什么，我们也根本没有听到，没看到，是吗？啊。 也不是说以前有很多人帮助了，以前你有没事干嘛，啊，然后他们很多人就进来，啊，跟师傅住家嘛，所以住家，然后大家一起了，OK， 一个人煮饭，一个人擦房子，一个人帮师傅写下来回信，回答信的东西，那等等就是这样，就所谓的帮忙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话呢，没电视呢，啊，我们都没有任何东西。 现在反而才要有电视，因为我要看，看他们做一些什么对不对，常常要修改，嗯，就是会叫他们怎么改，就减少一点那个错误啊，也还不错，嗯，我看各位修行蛮好的，红润的，呵呵大概有修行的很好，Korea， Korea， 台湾的，大陆 OK。 你看 ，international 国际，嗯，这是只有你一个人啊，他们呢？别的吧，是不是？啊，别的，不知道我生日还在不在呢？嗯、啊，哎 ，OK， 有时候来不及了，见证的关系我知道是很困难，这个世界是这样了、啊。同样啊，我也很喜欢。 大家多来，大家多来。不过我们，啊，地方有限，啊，小孩只有今天小孩日，我就叫他们能够来。不过这个今天才能来啊，以前都不能啊，懂不懂？啊，厕所一时不方便，嗯、啊，然后像这样子也要政府 OK 才能多开的，了解吗？不是政府严格，不是。 啊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啊，如果什么都随便的话，大家都在高速公路盖怎么办呢？听懂吗？哦，政府的那个地方随便乱进来，大帐篷，政府的那个总统府啊，我说啊，随便啊，自由国家，我没地方住，我跑到总统府前面，我是后面也好，不要进去，不过前远后也很大，我去搭一个帐篷有什么关系？自由国家。 不行啊，懂不懂？嗯，自由的国家也是有，那个规矩的啊，有负责任的。我们越自由，我们越要负责任感，嗯，不然就变成不自由了。年轻的人多数都很高的理想，他们想帮助世界，想改变社会更好的。不过社会没那么好改，嗯，世界没那么好帮助。你看。 佛来佛去，嗯，多少人修佛呢？连是书也不行了，不要说五戒、六戒、十戒、八戒，什么戒都没有了。为了保护这个身体，什么都做了；为了环境利，什么都做了；为了社会压力，什么都做了。大家都没有互相帮忙，都是互相。 妨害而已，就可惜这样，社会的关系，嗯，很小，很小有，有人自己反省的，很小，要有人领导，要有人啊、提醒他们，也是很可怜。我讲过了，我什么人都可怜了，最大的那个犯人我也很可怜他们，情况密的，嗯，不是吃东西不好就变这样子也会有。
吃肉吃喝酒那些人家神经就坏掉了，然后乱乱做，然后还毒品啊。我们本来好好的人呢，连吃的是素也会伤害的，不要说我们没别的，那什么东西又放什么？<笑>那种四斤的东西里面啊，洋葱啊、大蒜那些，比方说让我们就生气出来了，不是色情那个气动出来。 这什么都伤害人呢？这个世界真的是，如果你们不小心什么，碰到什么都不行啊，好可怜啊！没有什么人的罪恶的了，除了他神经被弄坏。不过神经的话，也是因为不晓得色情暴力的那个榜样啊，还有不好的东西啦。 酒烟毒品等等，就给他不好了，然后也许父母这样子转下去不好的那个种子，OK， 不是背景关闭的，是为好朋友拉拢，真可怜了、啊，师父哭不完，眼泪掉不够，为了那些人，我在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替那些人很心疼。 不过师父一个人也不能做那么多，主要那个 SMTV 可以多广播一点，多播放广一点，给大家能学醒过来就醒过来，也不一定要跟师父学习的，就最少他醒过来，不杀不偷，不做坏事，那社会已经会越来越好，然后安静的平安的。 才能够想啊，也许还有更好的东西，也许可以啊，到佛土，也许是有佛土，也许有天堂，那我试看看啊。他平安的时候，世界和平的时候，他才多有时间思想啊，考虑，因为他每天忙要赚钱哦，是要争夺，不然的话，他自己也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啊，他自己也不能。 照顾自己家人，他怎么能想到什么佛土天堂？连听也听不到，听也听不进去，听懂吗？哎，所以真的可怜了。